怀玉，蔡依林。台湾嘻哈大佬 MC Hot Dog 热狗向来都以辛辣的歌词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批判。他22年前推出了《韩流来袭》这首歌，歌词主要在批判台湾哈日、哈韩偶像的现象，其中一段则用脏话提到韩团 HPOT、 徐怀钰、张惠妹和李玟。热狗在最近的演出中公开表示，自己年轻时期不懂事，也看很多事不顺眼，所以就找了当时最红的艺人来骂。由于李玟离世，为了代表尊重，他永远都不唱《韩流来袭》这首歌。这首歌它被封起来了，我再也不会唱了。不管是台面上台面下，私上私下，这首歌我永远不会唱了，代表对 Coco 的尊重。那希望有一天，我的某一天在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本人会再亲自跟他说一声，但是拍谁小时候不懂事，喜欢乱骂人。